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哦，我今日看，哦，人遮多呢。哦，啊，我今日要讲即个题目吼。大家为昨伊嘛毋甲今仔日读遮多迄个法律的课程对无？啊，我突然来讲即个药啊方面的，主要我要有两个迄个目的吼。啊，一个目的是讲吼，咱台湾啊。即卖呢，地下电台，也是讲外口迄不明来路的，迄要甲你推销药啊，哦，即种愈来愈严重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对药啊的了解吼、哦，我希望即节课读的也有一摆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台湾嘛，长期的即个政权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人可能搞迄种洗脑，啊，有一寡思想，啊，有一寡想法，拢毋是正确的。所以用药啊来比咧是上好，对无？对无？是毋是咱台湾人是毋是中毒遮深的？啊，是毋是爱找解药啊？啊，心病是毋爱心药来医？那希望我今日讲的吼，大家有一点迄种的吸收着啦吼。啊，我即摆吼啊，未上过进前要了解一下，地下电台吼卖药啊嘛吼，听哪里啊嘛？啊，搁迄个电视嘛有嘛？啊，搁有人介绍啦。吼啊，大家吼爱了解。即方面无清楚的，啊，尽量去问药师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讲电台讲的，迄即个全部的讲的讲话了了吼，爱、哦、判断，吼、哦。啊，毋好讲人讲，啊，你有敢跪看下落去？啊，敢，迄个人台湾即嘛有即个台湾当局治理，吼、哦，甲你洗脑，甲你讲迄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你着跪看下行。所以你头脑遮清楚的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来遮要上即个课主要的目的。稍等一下吼、哦，我看即、这个，敢若有一点问题。我即摆是要甲大家做一个统计啦。那知影咱即摆台湾的迄个法律，主要就是日小米者嘛，吼、哦。米占啦，啊我要甲大家讲的是为迄个法律的迄个经历开始吼。啊，我即马即个可能即个有一寡问题，啊，即个袂当迄种操纵呢？你换一支无？可能换一个，歹势啦！我感觉好亏呢，歹势，白痴的。哦，歹势。我即要讲即个，迄个经历的演绎，加迄个逻辑的判断吼。咱新台湾论吼，一本才交着啦，啊，你看到会才复杂的对无？所以呢，我甲迄重点讲给大家听吼，即、这个时间发生什么代志，大家拢爱清楚嘛。大家知影吼，迄阵的咱日本甲大清帝国在修正，在咧1894年嘛，啊，下关条约就是甲咱迄阵啊，迄阵大清帝国。领有台湾1/3的迄、那个，要安怎讲？伊的所有的物件，但是1/3吼，是迄高山族的。但是伊安尼吼，嘛安尼嘛，即假的，共别人的土地嘛，共割出去吼。我感觉是，日本来讲啊，感觉讲啊，即、这个大清帝国是安怎？啊，你要好的物件是别人的，吼，过来，啊咧，咱迄个下关条约。签落去，即、这个台湾就是变成日本天皇的吼，迄、哦那个大清帝国内面，即、这个下关条顶头写，吼、哦，大清皇帝甲迄、那个即、这个台湾，吼、哦，挂牛迄个咱日本天皇，所以台湾的主权即嘛是咧日本天皇的手头的，
毋是民进党个讲，诶、欸，咱台湾是迄个主权独立个国家哦，伊也提出证据哦。啊，咱明明白白台湾个主权即、這个证据，就是咧马关条约写甲清清楚楚，啊是上港骗。过来，啊日本得到台湾呢，啊三分之一，啊三分之二变怎？变成讲爱甲征服。啊，征服毋是乌白台哦，伊嘛有请教讲国际法，请教其他个国家哦。伊讲就是，敢若迄个美国迄阵被征服印第安人，迄种模式啦。变是讲咱刚刚旧年吼，有迄塞德克巴莱，迄就是即个历史的迄个过程，要讲互大家听。吼，啊，变是日本是为统一台湾，啊，即、這个五十年。地理咱台湾，这段的历史大家知无？唔知对无？咱读的拢是中国书吼，拢甲我讲咱迄中国的历史是为什么？嘿，什么皇帝的子孙呐、啊？炎黄子孙什么蚩尤嘛？迄个无实在迄个传说伊啊，讲是历史啦吼。啊，你讲什么商周什么？过来，因那五千年的历史啊，其实嘛无三千年尔。啊，但是甲台湾什么关系？甲台湾无关系，啊，甲个一部遐大铺着，啊，大家敢知影台湾历史？正经甲咱台湾建设个迄个现代化的国家是日本人，哦，还是迄个流亡的中华民国，伊安尼无缘无故趁了一个台湾，啊，利用咱台湾的资源去甲因迄个中国去战争，啊，死遮侪台湾人，那死了吗？嘛无甲伊囥啊，迄个因所谓迄个忠烈祠哦，哦，遮侪台湾人遐震惊嘛死去，变成孤魂野鬼。所以正式有好法甲人治理的是日本人。1945年4月1日，明治宪法啊，皇民化嘛。即皇民化的意思讲，我即马要甲你看做你是我的同胞，我要询问你嘛，你要做我的。同胞无？啊，即、這个宪法是讲，我甲我一个因日本内地嘛，因的宪法啊来实行在咱台湾，表示啥？伊要认同台湾，变是伊的一部分嘛，是毋是？所以咱即卖内地毋是中国哦，咱的内地是日本，吼。所以哦，安尼过来，那合乎国际的。一个法律嘛，万国公法。台湾早就是唔是殖民地啊？对，咱早已唔是上课，是上个殖民咱台湾。咱台湾已经是变成日本，袂当分割土地啊。主权伫咧日本天皇的手头，地理权就是日本政府嘛，对不？所以我甲段英安尼讲吼，美国。大家看嘛，美日太平洋战争嘛爆发。大家知影迄个二次大战哦、喔，在中国战区哦、喔，中国的战区吼、喔，迄是迄个蒋介石甲日本咧拍。啊，那迄个太平洋是迄个美国甲日本咧拍。啊，是毋是？日本咱台湾迄阵是日本的土地嘛，啊嘛是有十路军呐、啊、去参加太平洋战争，叫做高沙组嘛，义勇军。啊，咱是证书。对不？啊，证书是不是美国来爱来占领咱的这个所在嘛？啊，蒋介石吼，咩讲？伊也伤好运呐，啊，佮改当作是盟军呐、啊，啊，叫伊来代占领台湾。啊，咱美国人呢，都为了要反共啦、反共嘛，啊，就找一个龙门，他妈咱台湾白吃白啉，啊，佮咱吞打。啊！即马咱阁要认同伊中华民国叫做台湾，安尼敢对？那我要来讲一个即趣味的迄个故事啦，吼！哎、那個，春娇啦，来走来问老师啦，讲老师，啊，请问嘞，啊，天顶落雨，啊，落来本来就是水啊，天上下雨对不对？啊，下的是水啊，应该叫做落水，为什么叫落雨？有人会使甲我讲没？啊，敢那对吼？表面呢，即个。看起敢对吼，啊老师就甲这个春娇讲哦，春娇，啊你每天吃饭，敢是吃饭？啊你放出来是屎，那唔过吃屎，对不？
我即摆是要讲一个意义，大家知嘛？水有三态，大家拢知影嘛？伊有液态嘛，液态就是水嘛。啊，有固态嘛，对吧？就是迄个敢若冰角对无？啊，个气态，就咱你看无伫空气内面嘛。啊，伊是毋是拢是看起来是水对无？但是你袂使因为你看来水，你就毋知伊个真相是啥。所以科学伊存在意义，天地运作个意义，你袂爱甲尊重。你袂使讲哦，你看个表面是啥，你就讲哦，啊落水啊，应该叫落水啊，安尼敢对？啊，咱食个饭五谷，咱食即饭五谷，互咱变成即勇健，互咱成长起来，脑筋清楚判断事物。啊，那是讲食屎，啊是毋是？迄个民进党拢讲叫咱来食屎，来。即马啊，我即马阁问一个问题啦。中华民国，敢是中华民国？按照这来讲，有人会使回答我无？即马中华民国是啥？有人会勇敢甲我讲无？即马中华民国是啥物件？对，100分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三个阶段，中华民国到底是毋是中华民国？足清楚个哦。中华民国是毋是1912年？迄、那个听讲啥物武昌起义安尼一挂堆啦，我嘛无想要记啦。吼，迄个台湾其实是无关系。啊！但是咱也要讲这个，迄、那个经历，咱来讲个清楚，对不？迄、那个因个民国元年甲民国38年，这个是中华民国，就是确确定定是中华民国。啊，因个简称叫啥？中国，是不是？啊，即卖伊有绕跑嘛，伊走投无路，啊，是因为美国个关系要反共，啊，讲台湾这个遮好个每个报道好，这个迄个强度也好啦，你也讲乱蛮好啦，占领吞打。咱啥个啥物接受迄日产，接受咱台湾的资源，啊，搁抬咱遮个精英。有当时啊，你若讲个即个历史，你会想要目屎要淋落来啦。伊即嘛是啥？民国38年，因讲民国38年，咱1949年，吼，1949年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，因就是因个国庆日嘛，因战胜了嘛，因把迄个中华民国消灭掉了。因叫因即嘛有好运，即个有流亡的中华民国来台湾。爱公安的延绵于他们的国祚了，其实他们已经死了，死了就是鬼，你知无？啊，鬼都惯用的就是鬼看落去，就用迄个洗脑的，迄个根本就无啥物法力来讲，用这种洗脑的这种的，根本就无实在的鬼话啦、塞话啦，啊，甲你侃侃讲鬼看落行，迄个鬼嘛，啊，看大家是不是还容易叫这个鬼看落行？所以为1949年到今嘛，2014年哦。伊个叫做流亡的中华民国，啊，是毋是中国？是哦，伊嘛是算过中国的余孽哦，吼。即慢慢研究即个政权，即嘛当个为因后来迄、那个因的些一寡摊的迄个中国人吼，即嘛咧预备啊，要绕跑嘛，伊嘛叫做中国对。啊，即要第三阶段是讲，咱对岸的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嘛咧效修台湾对，但是伊知影即个经历。偷偷要去甲迄日本天皇讲，你台湾陪我，伊嘛要效忠台湾。啊，伊隔壁迄个是毋是中国？伊嘛是简称叫中国嘛。啊，所以我讲中华民国是毋是中华民国？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啦。讲安那讲伊安那变变来，迄个啥物安那变哦，因就是中国。安尼民进党甲人讲啥？伊讲啥？伊讲哦，你中华民国来台湾已经遐尼久啊，69年。吼，安尼实行民主嘛，投票嘛，对不？大家是毋是拢有投票权？吼、哦，就让他们，吼，因安尼继续来吞掉咱台湾。吼、哦，这个选举颠倒是咧害咱台湾，伊继续生存落去啦。吼、哦，伊讲讲啥？安尼实行民主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啊，他们这是毋是不晒哦？大家讲，啊，讲台湾是等于中华民国。啊啦我啦，我是一个流浪汉啦，我走投无路啊，你来收留我啦，我跟恁兜住遐久着，我才看恁兜哇，遮侪财产着，哇，地契，哇，安尼讲你迄是我的，你有想要甲我占落去无？有吼，对无？啊，你为啥无要收去？所以大家吼，即马脑筋遮清楚，来遮就是要爱熟悉即个经历，了解即个到底历史的真相是啥？历史的真相是袂共骗的啦。啊！就是中华民国，因都是凹不下去，再用骗的嘛。啊，即嘛就迄民进党来继续骗。
哇，民进党哦，利用咱台湾人对台湾的感情，安尼，甲人嘛是共款啊，要共甲迄国民党共款，鬼看咧要共讲，爱就是安尼。好，我即马过来讲，这吼、哦、重点大家要了解嘛。即、这个1945年10月25日，即、这个是戴占领哦，中华民国哦，戴占领哦。伊甲讲光复节干着，想清楚。你下关条约明明白白就是甲你讲，这挂牛号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啊，伊哪有属你的？啊，你讲开罗会议，我过来讲开罗会议好。好，但是我都搁转来讲，开罗会议啦。啊，马英九讲，哎，我过来问大家啦，就甲在迄个故事啦。开罗会议敢开罗会议？请问，我问你，开罗会议敢开罗会议？你大胆的跟我讲嘛。就是开罗会议啊，啊，马英九说什么？哎，开罗会议是开罗条约。啊，你意思讲我即卖久啊，我即个会议，我即个国家甲国家咧开会，可能啊法律对即个开会会议的物件伊会甲注文，但是伊毋是条约，因为条约本身就是法律啊，伊本人就是法律啊嘛。啊，即个会议是讲哦，法律甲你看到的。视同安尼，可能甲你注文着，但是会议乃是算条约，啊，毋是阁放一布屎，互你拍偏方的，大家阁来食，对无？大家想无清楚嘛？即个不管是啥物会议啊，啥物宣言啊，这拢毋是，毋是条约，结果你一个迄、那个写的字条尔啦，互你记录安尼啦，哦，即件代志发生，还是宣称的，意向图尔，意向。它不是条约啦，哪讲开罗会议条约啊？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啥物？条约是最高嘞，最高的层次的啊。会议就是会议，袂变成条约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要讲美国来讲啦，吼、哦，我阁要讲一个故事啦，美国。这个故事大家听一下吼，了解迄个美国人伊到底是安怎思考？其实我要甲大家讲，拢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设想，伊拢无去想到讲啊，即、這个龙魔就介侪军队来台湾，伊后果是安怎？我讲一个故事，我大家安尼听一下，甲袂爱困。有三个犯罪的人啦，吼，伊吼犯罪就是爱去坐监嘛。啊，即迄点局长啦。典狱长伊讲，恁这三个人吼，我拢给恁一个志愿，给恁一，你要要求啥？我绝对给恁达成。啊，美国人讲伊要爱雪茄、不婚啦，吼。啊，法国人伊讲伊要爱水果牛啊啦，吼，安尼较浪漫嘛。啊，过来犹太人，大家拢爱讲犹太人，大家知影犹太人要爱啥无？钱爱家己赚哦，你要看伊安怎赚。犹太人不是讲我花你钱钱就来哦，因才有头脑的。犹太人伊讲啊，拜托店局长，你会使啊，我一支对外会使联络的电话，对外会使联络。啊，美国人有讲清楚无？美国人讲我要爱雪茄尔，伊无讲互你火啊。所以这三年来，伊甲雪茄第一面前的，伊无复着婚。三年了后，美国人气噗噗。好、哦，我勒讲你讲要杀咖你，那又无好啊！你毋是讲要答应我啊？啊，你勒无讲你要诋毁啊？啊，所以我要讲啥？美国人拢讲无清楚啊，他讲不清楚啊。他让蒋介石进来，他伊无甲咱台湾人迄个安大后嘛，伊甲要干净的利用尔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啊，若要讲法国人，法国人甲这件代志哪有关系？我知影讲在前几年前吼，法国有一个迄个总理啊，我煞袂记得伊名，我嘛无爱记啊。伊讲伊赞成讲台湾是迄个中国一部分啊，啊你是凭啥？啊无你是安怎？你基本你做一个国家的首领、总统，你要对国际法要了解哦，为头甲尾拢哎背啊才清楚要了解哦。啊，但讲你无哈，你讲讲你无了解，你嘛是你有幕后人员嘛，你有智囊团对无？你哪会使讲哦？我台湾是你中国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是不是浪漫？伊无想讲啊你。我要爱水姑娘啊！安尼一年生一个，爱出来迄阵哦，辛苦抱三个啦，巴肚搁一个，四个，啊，要浪漫啊！啊，你有伫遐饲四个囝呢？
你要讲你讲出来，你做出来，你要负责任。啊，即马要来讲犹太人，你袂使讲犹太人安那话安那坚强哦，人是正经有创意的思考，人正经有努力拍拼，人想办法赚钱，想办法投资家己，想办法进步，人爱学伊的精神。啊，你袂看讲因太强了，要共抬，要共压落去，毋是哦？你顶多爱该学，学人该进步，毋是讲啊，我来去抬，我比你较大。你那个是虚胖嘛？你个那个是假装的好嘛？你不是你自己是真材实料嘛？对我的联络的一支电话，这三年来把伊的公司破产的公司救起来，不但给救起来，搁100%成长。所以咱今嘛要来讲一下，这个是一个网络传的故事，我给安尼解说，都是要大家了解。这件大事发生为什么？迄个普遍的价值，大家拢感觉，犹太人是安怎？伊个因个国民的迄个资质，就是讲伊个因个性质，吼。所以咱爱学这种精神，这是我今日要讲的重点啦。吼，啊，这个时间，这大家了解嘛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即卖因为迄个美国人来搞啥啦？吼，亡羊补牢嘛。虽然讲无不。暴露迄个作家嘛，伊嘛爱为咱台湾，较做错的物件，甲迄个甲改正过来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即马一定可以开始来做啊，美国要履行。啊，即马是因为当局，吼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就会实行。但是伊对台湾即马治理的当局，伊就是迄阵的通过一个台湾管理法，就是要来管理台湾，这是。国内法，即马咱袂希望美国人莫阁头脑无欠一支军啦，莫慢无头脑，变成即个甲咱无关系。甲杜阿丽先生有讲，台湾政策法案是甲咱民情有关系，啊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请美国人甲即、這个咱流亡政府你安尼甲过来，请伊走，互咱台湾。确确实实是咱台湾咧治理家己，过来，甲拄仔讲过啊嘛，歹势吼，即个讲操作无甲偌偌好啦，我阁试看卖，即吼，啊，咱即马台湾民政府要来接政权，啊，大家有想到要安怎做无？毋是讲我即马来上课，安尼就算了哦、喔，大家上课除了要了解即个历史背景的即个经历。你嘛要想讲哦，我是讲，咱每一个人伫身躯有三件，甲像刀安尼的利器，多三件。我甲你讲，我甲拄仔讲的日出美哉，第一件。人要去倒接这个单位的头路，咱唔惊人讲，咱甲别人甲人按落倒，因为咱日出美哉，咱是有法律根据的哦。你民进党、国民党有无？咱国骗的啊，拢叫大家食屎嘛。啊！大家拢食屎，都无一个无优秀的人啊！因为大家拢要食屎。啊，咱唔是哦，咱是头脑较清楚的哦。日出美哉，第一把利器，第二把利器就是你的专业。你的所谓的专业哦，不是说你学校念到就算什么啦。你啊，一个学问为头甲尾，好好个研究，迄就是你的专业。啊，你的专业就奉献出来，对咱台湾这个社会，吼、哦，有迄贡献。安尼吼，大家有这力量出来，吼、哦，咱台湾袂较歹，咱台湾最优秀的。你看咱日本，台湾嘛才好治理的嘛，日本咱讲台湾盖啊好。啊，过来第三件嘞，大家想我第三件啥？咱民政府哦，不准贪污。你知影这個中国社会哦，拢弥漫迄个哦，你也无抠抠啊吼。没有三个洞，我这个口口啊吼，不能办事啊，所以吼真嗨啦。啊，落工厂吼，无这口口啊抽啥，因为这个工厂当袂通做，一个粪扫、垃圾桶啦。啊，若讲爱20,000的垃圾桶，我20,000会使会使做偌济代志。啊，你若讲100的垃圾桶，还是讲2,000个20,000的垃圾桶，哇，叠，你感觉你敢有天理？你若讲，迄垃圾桶免买1,000块，可能搁剩的咧。你加出来，迄是咧创啥？大家拢嘛知影。啊，所以咱袂使贪污，就三把利器。伊也要给你淹到淹袂到啦。你要你小米仔，伊你着
伊就拼袂赢你啊，对无？我为啥会占这个位？你学历比我较低呢？啊，你为啥要占这个位？你甲讲，我比你较巧，我头脑足清楚，有这点我就比你较巧啊。三把利器，大家免惊。啊，那秘书长就讲，希望你有一个听啦，至少两个人在你的边啊吼，大家安尼互动，互相帮忙安尼，这个客安尼，这个位你也较好我甲做。啊，我搁要来讲一个故事啦，吼，我拢爱搁讲个故事。有一对迄个白人的迄个母女啦，白人的妇女，伊就去迄路去砸一个客轮车，内面的客轮车司机是黑人，啊，一个囡仔吼，唔捌看过个黑人，那小孩子没有看过黑人，伊就甲伊妈妈讲：“妈妈，这个黑人吼是唔是歹人？啊，为啥生只黑着啦？”伊妈妈就甲讲哦：“哎，伊个唔是，伊个叔叔唔是歹人哦。”啊！你有看咱后花园哦，种遮侪花无？五彩的花，有红色的，有青色的，有绿色的，啊，搁黄色的呢，遮水的，是毋是？妈妈对呢。啊，妈妈讲，啊，毋过因的迄个种子哦，因的籽哦，拢是乌色的呢。人个乌色的，安尼开出来花遮水着。你吼袂使讲讲阿叔，人即个黑人叔叔是歹人。那伊嘛多彩多姿的人生呢？我要讲啥？今麦美国总统是毋是黑人？所以，咱个国，伊就爱马上合乎迄个政经法，释放咱台湾的政治的联合当中，互咱台湾有自由的天地，吼。那我相信奥巴马，我即嘛要呼吁奥巴马甲因的幕僚啦，美国政府，我绝对相信恁的眼光，我绝对相信你的履行旧金山合约，好让台湾为进行咱一个非常幸福美丽的一个社会，唔是拢是即个黑色的社会啦。啊，所以咱。美国人也在带人，咱也在当美国人，啊，咱要怎么做？大家回去看有创意的思考无？我讲三把利器放在身上，阿哥想看卖有较好的 idea 无？我想讲咱亲像一盏花啦，吼，一盏树啊啦，这日俗美战，这就是咱的根，吼，啊，这叶就是咱，啊叶嘛，一定会迄个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无要紧，够新人，人也讲比咱较巧，也比咱较。迄、那个进步，也是讲有准备好，咱就先互伊起哩，互伊做。啊，咱做，咱做伊木料嘛，好，做伊好白费地。咱是一个互助的，一起打拼的，唔是讲我要占这个亏，啊，我啥拢无要做代志。即卖中国社会就是安尼，我不但要占这个亏，我阁要爱苦苦啊。所以咱台湾袂进步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即、這个是安怎讲？头脑，咱就是大家是日俗美战。即个咱个根基伫遮，放射性的思考就是讲，咱要做啥？咱有啥物提供啥物 idea， 对无？即个咱个想法，大家嘛是要学这吼、個，经历即种物件嘛是要甲迄个放大，啊要安怎做？啊想要清楚，我、哦、看你有提出来啥物创业思考，吼、哦、提供咱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，安那为咱台湾好个建设，过来甲多少即个吼？哦甲拄仔有讲过，吼，我来讲，基本上咱有生理需求嘛，啊，即马即个流氓的政府就爱咱生理需求尔，伊互你食袂，讲你得顾我爸嘛，即马少年人大学毕业19K 尔，哇，我顾袂饱，我搁咧讲啥物自我实现，所以我感觉遮害，一个成功的政府是互每一个人会使自我实现的。啊！我要甲套用一个咱台湾民政府，阿拜咱要哪治理咱台湾？你一个囡仔生出来，你著爱甲照顾好。患病啥？你政府爱有责任。咱台湾的性命才重要的呢，那倘好你吞呾，我你个流氓政府，甲咱台湾人白色恐怖，你凊彩你欢喜台就台。你知影美国人伊是安怎对待因的人民无？你走去迄个中东，还是走去倒去什么？遇到什么险境，人家政府照敢飞入去救你呢？对，是不是？咱台湾民政府嘛是安尼对不？是不是嘛？爱是爱安尼？
所以，咱生出来红眼开始，咱就爱好好个照顾。然后呢，你当然要有基本的迄个生理的需求、安全的需求嘛，照顾好好，守望相助嘛，大家互相照顾嘛，对不？即、這个网络对不？啊，过来，那医疗团队，我是即马直接讲社会福利制度跟迄个医疗政策的这方面来讲，对吗？完整的一个医疗制度嘛，包括让身心灵一个品质提高嘛，过来是讲制定更好、更完善的迄个制度出来，安尼个进像个政府啦。好，唔是讲用钱给你乌洗啦，啊，让你去看小什么黄色小鸭啦。啊，媒体给你播个臭酸的迄个新闻，你嘛听到呢？哦，都无让你知影经历是啥，拢给你搞骗的啦。过来，我搞多少讲啦？好好咱生活的需求，咱生存的地理，甲咱性命的享有，变就是讲咱本来台湾人爱按尊严来生活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今麦来讲啦，跟迄个药师照护那有关系吼？X 加这个 Y 啦，等于 Z 嘛，迄、那个是属于在台湾的法律地位。安尼，我这个方程式，简单的方程式，咩 X 平方加 Y 平方啦，简简单单，大家看就知。过来，咱知影咱在医学的这个医学界来讲，有三个部分嘛：预防、治疗、加健康的迄个较好。预防是我大家拢会破病。吼、哦，这个是大机器，咱个身躯是一个大机器，是不是爱保养？爱保养，平常时爱保养哦，你袂使暴饮暴食。阮你也拜是民政府的迄、那个，可能是其中最重要位的人，你身躯爱照顾好哦。大鱼大肉，啥物熬夜拢买哦吼，身体先照好。X， 再来啊，正经看袂变咯。咱当然嘛爱去看较好的资源、甲医疗的照护，甲咱照顾无？这个叫 Y。啊！但是 X 加 Y 了后，啊，根本一定就变健康。有啊，有人变健康，啊嘛有人无健康嘞，咩安怎？就爱个一个健康医疗照护吼。啊，健康医疗照护是啥？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图啦吼。啊，这个是迄个中间的曲线嘛。啊，这个是大部分治疗，这个大部分占这个迄个产业迄个收入相关的。当然，因投资的可能这方面嘛较悬。啊，那么希望当台湾民政府了后，要治理台湾了后，这种的会更加悬一点嘛，吼。较早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过来阿伯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希望咱阿伯较悬吼，对咱的迄个医疗照护，还是讲迄个社会政策吼，有较好的迄个投入的力量，啊，跟管理制度，预防嘛。就是你本来你家己就去。照顾你好个身体，你有人搁甲健康中心去咧弯摸涂摸嘛，对不？啊嘛有正经破病就爱去病院嘛，病院就有专科的治疗嘛，这一个迄个网络嘛。啊，过来健康照顾我都无好命安怎？有人就是讲啊，即、這个车祸，啊就安尼可能变成半身不遂，啊你嘛是爱照顾伊啊，啊所以。还有一个迄个照顾的所在，庇护所也是讲迄个中途之家嘛，迄这两会使算讲是健康迄个照护。啊，过来健康照护这部分，这种有迄 overlay 是重叠嘛？到这个就是讲哦，可能就是那阵你护理人生囝了护理，就是迄个坐月子中心嘛，啊，长期照顾老人嘛是爱有人照顾啊，啊是讲迄身躯无方便的嘛是爱有照顾的所在嘛。这个叫做健康照护，而且健康照护哦，这做产业拢会使运用诶，但是拢甲药师照护拢甲药有关系哦。所以药啊，这个是毋是一个大病？是大病，所以这是毋是重要诶？这是要讲给大家听吼。即个讲医疗机构一般是以病人为中心，啊，病人中心了，病人的安全是伫中心内面。品质的迄个监测吼，就是讲啊，我这个诊断对无啦？吼、哦，我按下药对不对？我这样诊断对不对？吃的药对不对？这爱监控嘛？啊，风险的，我若误诊，我来讲丢药，做唔到虾嘞？这毋是是爱管理？啊，病人讲我要爱这个药，我要爱啥？也说完嘞？爱进行我要转诊，啊你
伊有合乎伊的需求无？再来，咱医护人员嘛是爱学习哦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这个健康的管理，咱希望是预防重于治疗嘛。啊，所以即个健康的管理，啊，摆是咧医疗预防医学最重要的迄个角色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部分最重要的。啊，主要是讲感染控制，这个愈重要呢。我这个人本来就无啥物大病，啊，结果带一个病院，我怎讲？哇、哦，讲奈个生第二个病感染，哇，个蜂窝性组织炎，哇，我个败血症，我一个人好好来病院都翘起，嘛有人安尼哦。所以这个感染的控制是最重要的。啊，那我正话要讲，以病人的迄个安全为中心，但病人有责任无？病人嘛唔是无限上纲哦。我欢喜，我就甲医生拍。我欢喜就甲护士安尼，甲嘴皮甲扇落去，敢会使安尼？你伸手要共摕，啊人要给你，你嘛要共尊重一下。对，你也要给哦，你病人也要给予。你爱甲迄个护理人员，也是讲有事医生讲啊，多谢，新年快乐，互你保重，安听有偌好嘞。你袂使有，拢我要得到，你无要付出，人拢要你付出。啊，譬如讲。咱秘书长讲，这个你小美珍这个较好诶，你甲咱付出，啊，咱是毋是袂使讲我甘要爱，我甘要爱就讲啊，我后摆这个开一个我的位，我若无去家己去进步，甲迄个台湾论、新台湾论甲看好些，吼，啊，咱个专业够好，啊，咱个迄个操守啊够好，这三件够好，吼，回去爱做功课呢，咱嘛是爱给予哦，毋是拢要爱。所以咱来遮的目的就是，咱要爱学习要给予，那么去外面播种，就是讲，咱希望咱边仔的人会使加减影响一下啦。我拢去搞阮的迄个同事啊，是朋友拢讲这啦。啊，坦白讲啊，我也碰到很多钉子啊，我嘛去用安尼肾脆皮过啦，拢会啦，会啦，加减会啦。但是你袂使讲人肾脆皮，你就讲哦，这疼啊，紧来走。对啦，我来讲啦，有迄其他讲袂春车算了啦。人讲哎，甲咱搁会投机，啊，咱搁会使搁甲伊讲的吼，卖放弃。那渐渐人会使接受讲，哦，你这个道理是对的。你甲看讲日俗美善来讲，你自头到尾，你甲看伊的历史的真相就好啊。咱讲走空隙嘞，这简单嘞，那是讲走日本甲咱轰炸嘞。啊，伊讲假是咱日本甲咱轰炸。啊，拜托，哪有咱家己老爸咧抬家己老你迄个囡仔对无？啊，咱就是日本人啊，那是伊要来轰炸咱台湾。啊，笑死人讲，啊，拢无人了解这个历史呢。我讲啊，险要互伊骗去，你知无？所以大家头脑爱清楚，历史就是一个真相呢。啊，特别甲大家讲啦，那要读历史，莫读中国主迄历史吼，啊，莫走去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读因的历史系，笑死人了。啊，要去国中华民国迄翻因迄参考资料，迄嘛笑死人。咱爱看的是外国的，日本的，日本的写迄个中国的历史是写上准的。你嘛看迄英国个、美国个，吼，为头甲尾，你好啊！甲研究一学问，就是你个，就是你个专业。莫讲咱英文歹、日语歹，我甲你讲哦，学习是无限的，你就去学习就是啊。吼，这是我的迄个简单的，甲你大家互相勉励啦，吼。啊，就是有书嘛，啊，这是迄个医疗团队，吼。啊，就病人就知即个病医嘛，啊，就爱可能爱看你是毋是爱甲你诊断，吼、哦，你迄、那个爱甲你建立你的病历嘛，吼、哦，基本的资料嘛，啊，佮甲你看，甲你询，啊，可能爱抽血就抽血，啊，若无简单的病就甲你，迄、那个诊间直传咯，迄药啊单就出来，阮就甲你调剂，调剂了了，阮药物咨询，啊，就你使离开啊，即个一个流程步骤嘛。重点是我们有时候爱做啥物件，就药师照护的一部分嘛。药物咨询就是阮，不管是调剂，还是讲阮的迄个临床的物件，咱爱做甲病人，吼，伊的需求为止啦，吼。啊，我要甲大家讲，调剂甲调配有无同款没有？调配就是讲我甲药袋啊，迄药啊英文名甲囥啊袋啊，叫做调配啦，调配。啊，若调剂就是讲。我不但把药啊放在药包啊内面，药袋啊内面，我搁把药啊对也好，摕药丢对也好，啊要交病人搁甲啊甲个病人讲，这药啊是啥物，啥物药啊要食啥的，哦，爱搁甲咨询一下，
啊，甲讲安尼注意的事项，即一连传过来，迄种是用有数的专业叫做调剂、调剂吼。这要大家了解一下。那调剂迄个就是爱有数，啊调配，哎、欸，无有数那干嘛在调配？还是偏远的地方，近近无在调，要请一个有数，都爱可能医生会使代理，即调配的动作。但是一定要就是当一个要建构一个迄个完整的医疗制度，就是你的专业就是你的。有师负责什么？医生负责什么？护士负责什么？哦，这是重要的，吼、哦，袂使乱七八糟啦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我甲你讲嘛，药厂生产好诶，迄个药品，吼、哦，啊，病医甲进入过来，有适合即个病医诶病人诶需求，啊，甲医师诊断嘛，啊，药力啊，迄、那个病例要确认嘛，对无？啊，有师就是甲你讲诶，用药指导，用药。嘛是有问题，爱来问你，啊调剂，吼，遮侪物件拢爱清楚，啊护士伫病房，伊嘛是爱三度五对吼，领药的时阵，嘛爱甲病人讲个清楚，安尼，迄个病人敢爱负责任，负责啥物任？伊爱将药底啊看清楚，药名看清楚，吼，即个你的名。吼、哦，啊，是毋是你个？啊，你是到底啥物病？食啥物药啊？基本上你也了解你食药是啥物，啊，食药底啊有迄标示吼、哦，你嘛爱看好清楚，吼、哦，这拢爱看好清楚，袂使讲我摕转来就安尼食，啊，都有可能啦，啊，都转去啊，药底啊无看好，摕到别人个吼、哦，人化名也是不要别人，你共摕转去，啊，是讲你看无清楚，嘛有可能讲啊，可能药剂师摕毋到，啊，你拢无甲看。啊，有可能食到其他人的药啊，啊无可能是讲你用途你无了解，吼、哦、啊要踏脚床的摕去食，这种爱遮清楚的吼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伫病房啦吼、哦，你也伫住院时阵，你就是讲哦，我体温爱量啦，啊靠，这个脚臭就是讲迄个细菌对无？啊我有感染安尼，我爱去做一个迄个细菌的迄个培养，啊来讲这是啥物病，啊适合啥物抗生素来治疗嘛，啊个迄、那个。看要爱抽血，也是讲 CT scan， 也是讲做啥物检查，吼、哦，啊有一个迄个过程当中的评估嘛，吼、哦，啊想讲啊，可能爱做伙其他的医生讲啊，这个病，啊明仔大家做伙来研究，啊明仔来治疗，吼、哦，啊到有一个计划出来，诊断了后，啊就有数这个部分，啊个其他医疗团队，啊我有数来做一款的，迄、那个咨询嘛，就是药师照护啦。即药物师照顾就是讲，药师嘛是爱改变阮思考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啊要安怎建立即个较系统的思考方式，吼、哦，啊要提供安那迄个药师的照顾嘛，啊主要三个步骤，你病人的状况嘛 ，assessment， 你提供啥物你的手法，你要做的，你要进行啥物物件，啊个 care plan， 叫你要进行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去执行。follow up 就讲啊，你执行了后啊有啥物变化无？啊是毋要改善吼？还是搁要后续的服务吼？过来啊，药师照顾，即个我嘛是爱管理啊，吼你迄、那个调配药啊嘛是爱管理嘛，啊对，管理啥药啊爱管理啊，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的药啊啊分类对无？啊一般的药啊，迄拢爱管理哦，无你后白坑你拆药也拆唔着。啊，再来讲。临床的功能吼，你讲啊，这药物的治疗要甲迄个医生要安那磨合，还是讲要为因的迄个病例了内面当中，啊，你要提供啥物药物临床的迄个建议，啊，过来，你讲在职教育吼，不管是护理人员，还是讲有数迄实习生吼，啊，你嘛有教育的功能，吼，这嘛是阮的一部分啦。哦，即要讲到即个趣味啦，为电影当中吼，看台湾的医疗界啦，药师照护论坛。啊，即嘛要来讲即项啦。啊，你讲也要讲电影吼，在座的啊，应该有稍微年长的，你知即个什么电影无？哎，对，答对了。啊，即个啥？啊，乐迪对。啊，伊在创啥？大家这条歌拢知影对无？伊哦，想要去吼杭州念书啦。啊，迄阵的可能伊阵中国迄个社会哦，是迄查囡仔袂当叫
外口去读书的啦，拢爱闭店啊，啊等嫁人安尼啦。啊，伊想要去读书啦。啊，头阵因妈妈因爸爸讲，啊一个查某囡仔去外口安尼读书会遮风险的呢，计安那欺负安怎呢？哎，就想一个计策，叫伊囊中对无？囊中是啥？就医生嘛，对哦，你办囊中嘛吼。啊，就走去甲因爸母讲，伊甲我看过因的千金啊，啊伊讲爱这十项啦。啊，这十项奈摕到，东海龙王食要去头要去生出来，哎，就唱一条歌哦。大家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哦，唱一条歌嘛，又在唱。啊，这基本上是啥物？身边是不是？身边都爱心有伊。啊，咱台湾即卖是毋是身边？啊嘛爱心有伊。啊，请问要怎跳摇啊？有人会使甲我讲诶？有啦，我刚拄讲四个字啊，三把利器啊，啊第一把是啥？啊对啊，这个药单。啊，咱即马中毒太深，咱即马台湾人的脑筋中毒太深，食屎食足多，对是毋是？嘿啊，就是因为食屎食多，咱得屎吧，对不？啊，是毋是爱甲这个屎甲迄个咩啦讲？啊，佫啊是讲会使，佫会使互伊活落去啦。伊阁想袂啦，啊！若想袂吼，啊，请伊返去中国。咱台湾人就是台湾，袂使有用赛的思想啦，对不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为虾米要办身份证？要给你区分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嘛？你不要当台湾人，请你回去中国，莫当么接乱。啊，阁予咱台湾人食无了解，人食一寡赛哦，就可怜的。我嘛较早嘛是食赛大的，你知无？我卡上嘛是中华民国一只呢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，为什么我会觉醒？是因为咱有读书，咱有讯息为外口里来，你不要拒绝他。我冇拒绝，我讲爸爸玩鬼鬼呢。我即个可能录起，我爸爸会听到。玩鬼鬼哦，但是为什么我渐渐安尼我会觉醒？因为外口有遮侪讯息，你莫去甲拒绝，我你莫先甲否认，你先去了解为什么人安尼讲。人安尼讲一定有伊个道理嘛，你啊少思考一下，莫讲鬼坑的路行，我较早嘛是鬼坑的路行。啊，渐渐，咱了解即个日本的即个日苏内战，啊，甲日本对咱台湾的奉献，我真感动的。你看你大清帝国212年还是13年，讲台湾统治，安尼六个彭肯军尔，连殖民地都不如。殖民地是啥？你规个台湾那是你的啊，啊，别人的。你三分之二是高山族的，你讲那是你的，啊，讲共挂别人，笑死人！唔到恁到财产，讲恁摕别人的钱去给别人，给你债权的人，啊，你们讲这奇怪？正经共咱台湾好好啊治理的是日本人，你知影迄个八田雨衣无？迄个迦南大郡呢？欸，拜托，伊的钱是为何生出来？迄工厂爱钱呢？为因内地，因迄日本的政府敢请钱过来。千外万的日票，啊，阁无够嘞，阁追加嘞。啊，咱台湾即卖有最高币，是因为啥物？迦南大郡，到今嘛，几百年，一百年也未有啊。你看，台湾才富如史上第一人诶，日本人，这历史有在座上有知无？知嘛，对不？袂使讲唔知啦，对不？那么，敬仰那爱膜拜的人哦，不是蒋介石那些蒋庙，或是其他那什么中国神啊，那真的要拜的，就是八田雨衣啊。那正确，诶，迄个工厂伊设计，啊，搁迄个机，迄个日票，伊那些经费过来，啊，搁伊，啊，搁这金足的迄个价，安尼，这个抗战，吼，这怎啊讲？这要安那？这拢未使叮当的呢，啊，水要安那引流？吼、哦，迄头脑真好，你看日本人头脑真好着。啊，咱台湾嘛袂讲歹哦。我甲拄讲迄个黑人的故事哦。较早黑人你知无？是奴隶呢，还是因为林肯解放黑奴，这种有智慧的人会做会出来。我相信奥巴马有智慧对无？伊做总统，第一个黑人当总统诶，怎么那个鼓励一下？对无？啊 ，Hello， 奥巴马，你有看到啊吼？我拢甲你鼓励吼。希望你尽量让台湾恢复咱正常的迄个国际地位，好无？啊，咱
回去拢爱阁合适哦，袂使讲我得到这个证书，安尼就回去睏哦。啊，是迄个新台湾论动作迄镜头哦，吼，回去爱去看。啊，阁其实啦，这个吼，你迄个年代先甲查清楚，年代。好，为历史你来看，咱台湾为港澳战争好哩年代，啊，阁落来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迄日子一九几年，好，啊，你就照好记个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吼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好记，为迄年。迄、那个年份吼、哦，啊开始甲记起来，你事件你就才好记。我拄仔看我嘛，哦，惨哦，真歹读的，法律的物件那才好读，我都唔是读这道的啊。但是因为我慢慢来接受，你袂使甲固执。好、哦，外面有讯息，你袂使讲马上哦，这本书才歹看的，哦，好歹看好啊。你就表示你甲固执，你就无迄进步的空间。你开始慢慢来翻，慢慢来翻，慢慢来写，慢慢来了解。先为历史的年份发生什么事情开始记，才好记的，哈你个记，啊，若要考卷首，才好考的，因为这个年份嘛，我是希望就是好考的啦，因为你只个拍拼去考，一定考会掉的啦，吼，吼，啊，今嘛要讲到这，吼，希望大家转去，好啊，把这个新台湾论好啊，把看好熟吼，这是咱的利器之一哦，啊，搁到这。啊，咱伊要食药吼，咱嘛袂爱心有余对无吼？咱讲日思美哉是心有余，但是咱的现实、咱的生活吼，对药物爱了解，甲袂叫去电下电台人甲你讲一下，你就去共买物件，对毋是？爱了解，吼，哦，了解这个适应症啊，这个药是咧食啥？伊的剂量够合好咱需求？啊，这个剂型敢对？我即马是咧食迄个一粒的迄个 tablet 药啊，药丸啊，是讲我是咧。伫踢尻川的，吼，啊是咧抹空嘴的，啊咧喷的，拢爱了解吼。吼，用药的途径嘛爱了解对无？啊，伊使用的是一工两届，一工三届，是讲一工一届吼，这拢爱了解嘛。吼，啊，即个咱台湾有稀客啦，即个在架上可以买的叫 OTC 嘛，都就是讲咱在迄个药局内面，你吼伊的迄个柜台内面会使藏一挂药啊，应准的。你就爱先看伊迄个厂商地址，啊，搁即个，即种爱看真足哦。做伊个制作日期有过期无？啊，伊是毋是合法嘞？好，有迄个药字号嘛？药字号对无？买药啊嘛爱注意，吼。过来，我甲拄仔讲迄个途径嘛。啊，我明明就是迄个爱抹，我就个爱抹外伤的，我就干脆我就个家己抹目睭，嗯，啥物物青的。啊，我老公。我就明明要滴耳啊，滴目睭，所以你摕回去个药单，拢会看清楚，啊，无来去问药师，吼、哦，这重要哟、哦。啊，过来，那么讲药粒吼，定剂 tablet 有遮侪种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主要是迄个感冒刺激的嘴，迄、那个咱个口腔内面的就遮侪种个呀。来讲迄个口含定嘛，那个脑无爽快就是用感冒嘛，滋润咱个喉咙，还是讲交细菌哦。马上你会较舒服的吼，即用感冒都会使啊。啊，若讲舌下定吼，刺激下骹，还救心的药啊，吼救心的药啊，都爱来囥啊身上的。啊，若讲厝的有老大人吼，伊的心脏无介好，啊，人会疼，你啊爱会记囥啊身躯的。啊，上好有一张单囥啊身躯，讲我有可我你爱写讲我是心脏病的病人，啊无我讲糖尿病的病人，吼啊你药啊囥啊身上的，啊但你要急救边仔的人才知道你药啊囥啊食。啊！你家急救，尤其是迄个气喘的，阿斯玛气喘的，我用用，啊！你迄就甲喷一下，啊！佮糖尿，迄个无，还讲唱伤悬，还是讲无够，吼、哦！你就爱家当场帮伊，可能药啊，互伊就吞入去，救伊一个命啦。啊，嘛有直接注射的，吼、哦！啊，爱注意吼，咱、哦、后咱是本人是安尼，还是讲咱个亲戚朋友，还是咱个朋友安尼？啊，身上藏一个迄字条，讲我是啥物啥物，还来爱甲救，哎、欸，过来，吼，即、這个，甲我讲即个，肠衣定甲膜衣定，就是讲撇边那胃吼，会甲迄个胃酸甲破坏，吼，还是讲即药啊吼，有可能对咱个胃会损害，所以拢做一个膜衣定，啊个迄个肠衣定吼，啊撇边伊个破坏，啊达成咱迄个器官要吸收的迄个目的。啊，过来聚焦顶就是讲，大部分的胃药啊，拢做迄个爱补的，爱补的，甲吞落去聚焦顶。
吼、哦，我过来，胶囊就是迄个硬胶囊、软胶囊，啊，甲迄个长龙顶吼，即、這个是因为吼，伊无安定盖做定的，也是软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人讲会垫位啊，啊，无你小相关即卖垫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你就小甲迄个地内面囥的呀，比较软一个，甲袂垫位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拢爱狗吞的啦，哎、欸，唔捌看这呢，内面我一粒一粒，这是啥？这个叫做胶，迄、那个胶囊囊顶啦，吼，长龙胶囊啦，吼。啊，伊个设计就是安尼，伊这一粒一粒吼，伊为虾米咧设计？你狗吞咧，咱吞落去就分解对无？就吸收对无？啊，若讲你唔是，你就是老大人袂当吞，还是讲你是管管的迄个病人，你为迄个管对无？一个空坑入去，佮拍开坑入去，一粒一粒拢是安尼做出来，一层佮一层。有迄中心吼，啊，甲即个药物的即层，啊，才有一个空，吼，啊，你啊去断落迄个卫生，即、這个空啊，就迄、那个药啊就浮出来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药效十二小时，阿波罗西一天，啊，讲药效，啊，护士甲迄个病人讲啦，讲你即药啊食落去药效十二个小时，爱断去了，一直笑，笑十二小时，笑到腹肚才疼，笑到面歪歪。我是讲笑话啦，吼，药效嘛，吼，啊，这个就是迄、那个，长效缓释剂啦，吼，伊也是讲你摕到药啊，差不多药啊名下可能有这个吼，CR 什么 LASSA 啦，吼，迄就是这种缓释剂，慢慢啊剥出来，啊，维持一天的迄个作用，吼，这就是这种，吼，啊，主要这有外用的吼，有咧空嘴嘛，大家拢知影，啊，像迄、那个。表面这个空水洗好清气，啊，再来抹油啊，啊，有人用双氧水，吼、哦，先爱把迄个空水洗好清气，啊，再来抹油啊。啊，你讲迄个卵膏吼，也是讲阴道卵膏吼，这拢是要有一长讲的，啊，加先吸一挂适量的迄个药物，吼、哦，啊，吸了啊，吸多偌济吧，要吸偌济，啊，再看你是要囥啊多迄个空水，吼、哦，可能就是迄阴道，还是讲迄个直肠，啊，这个长讲，啊，就给不许。好、哦，这看看这个标的也都还不许。好、哦，这是直肠软膏，阿无阴道这个乳膏。啊，若讲肛门软膏一般就是咧肛门附近，你有谁底层嘛对无？啊，讲酸剂嘛，啊一定是讲啊，你可能发烧，还是讲你会吐，这嘛有用肛门酸剂会使让你止吐的。啊，阴道酸剂是讲你有感染嘛吼、哦？啊，过来这个白酒药啊，安尼大概安那点？这。即、这个目睭下骹正面软软的所在，小甲刺激，啊点落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再讲两个药水，迄、那个叫五分钟，啊上大心上后表拍紧。啊，两个药膏要安怎？隔十分钟。啊，那药水甲药膏，药水先，再来药膏，隔五分钟。啊，再来讲一个药膏嘛，就安尼个刺激的，安尼滴落去，吼、哦，抹落去。啊，可能啊，目睭少搞一下，吼、哦，或安尼搞一下，来吸收一下，吼、哦。过来，这个鼻喷剂，咱上简单啊，吸落去，吼、哦。啊，不如有这种吸的方法，啊，毛是安尼吸的方法，吼、哦，安尼喷的，这个简单用挤压式的，就安尼吸落去的嘛，这就是吸落去的，啊，这就是用手安尼，啊，就喷出来。啊，这个点鼻啊，啊，点鼻啊，就简单的，过来哦，哎呦。囡仔吼，伊只要有一个迄个软骨嘛，你袂使还袂定的，你袂使个揪一个啥食变形去，你得爱这个，你主要安尼个揪安尼滴落去啊，成人滑紧吼，啊就个安尼刺激安尼滴落去，好、哦、嘿，个滴，好、哦、啊，这盆的气喘的病人，也是讲迄、那个你又是迄个酷酷少吼，支气管扩张起。这就是安尼喷，吼、哦！一般你若看到这吼、個，你问药师一下，安那喷法较好着。安那落嘴上简单啦，你牙龈、甲漱口腔、啊甲喉咙，迄、那个角度无同款吼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牙龈就安尼咕噜噜。啊，若讲你若讲要口腔啊，外咕噜，啊就要讲喉咙，啊就搁啊搁加迄个仰角差不多45度吼，吼、哦哦！啊，你若看讲，虽然讲伊个有效日期。当中还阁会使用，但是已经变形了嘛，袂使，吼、哦，爱看有效日期，吼、哦，啊看伊有生果啊是安怎吼，这拢爱小判断一下。
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、有药品废弃药品回收吼，即、哦这个迄、那个每一个病院拢是你过期也是歪的，拢是爱有回收的吼、哦，病院也是诊所应该拢有啦，啊，即、这个即是回收的过程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大家参考一下，莫乌白带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国吼、哦，甲外国因是讲伫回收内面吼，啊，讲无变质的吼，因个特别个收起来，好需要迄、那个甲迄个第三世界甲农业的国家好用，采用嘛有。啊，是咱台湾即马是一律销毁，啊，外国已经做只死啊，佫分类，吼、哦，这是无咱嘛会使安尼。那么讲即个要命关心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电影大家会使去看，我剩二十分，我看来讲只紧的。即主要是讲伊食落即个。抗忧郁的药，产生一种副作用，啊，这个副作用叫你有心机的人家利用，吼、哦，这个、电影后来伊的迄个剧情发展，即，互你想袂到的吼、哦。啊，我即卖要讲，迄、那个药物的禁忌也是不良反应吼、哦。大家嘛知影讲，即、这个，啊，我即个遮侪疾病、心脏病啊，即、这个我以后哎呀，你干嘛在食？伤胃、伤腰子也伤肝，吼、哦，还注意一下。啊，我咧开车，干咪说食这爱困药啊？还是讲我食这个过敏的药啊？吼，啊，像啊，我老人迄囡仔是孕妇吼，啊，干咪说这药啊，敢适合食？啊，你若讲孕妇来讲，大家拢知影啦，这有人无知，唔知无 ？A B C D E X，A B 是 OK 啦，吼。啊，若讲 C 吼，是讲毒食烟吼，可能对迄个囡仔吼，嘿有损害，但是欠款吼，对人体。迄、那个人体诶，迄个资料啊，但是伊要好好观察，即个是爱注意。啊，若锌吼，就禁锢讲对囡仔有伤害。啊，若 D 搁了袂，诶 ，X 搁了袂使，已经有迄可能有畸胎啊，吼。啊，即个爱注意吼。过来，这是多重用药的是有交互作用的疑虑，吼。可能我即个同款类的 A 甲 A， 哦，可能会冲关起来。那 A 加 B 啊 B 是啥？啊 C 啊个 D 啊这边安怎？到底要安怎？我食遐侪中药啊！啊个咱个肝酶呢？肝酶佫甲破坏，啊个首度效应是啥？就是肝酶甲破坏了后，伊吸收的佫无同款的程度。吼！啊这到底要安怎分？吼、哦，阮是有分第一严重的迄个指数无？啊到五，安尼来判断，安尼来分类。吼、哦，这较深啦吼。咱讲较简单呢，重点就是即、這个。确定处方的药物啊，有书查一下啊，医生甲有书吼，有一个默契也是讲建立资料、电脑资料档案，阿免来服用。上好我 A 药，你啊 B 药，啊惊你就隔二到三个小时啊，中药跟西药一定要隔啦，隔二到三个小时，吼、哦，啊这一定要有科学的一个查询呐，爱问有书，吼、哦、啊资料库甲翻翻的，啊确信讲。这有迄药物交互作用要安怎？除了讲，迄个隔两三小时，啊，你来伊的副作用，啊，来算算的。我即马一定要需要去食这项药啊，啊，也铺起来，也迄个交互作用要安怎？啊，你要去算讲两害嘛，相权嘛，取其轻，两个有迄也药物作用，你着算较轻的迄种的，啊，因为你不得不用。啊，无你有看有副作用，还是讲甲闪开，吼？吼，即卖嘛，迄个中药甲西药会再查，啊，即阮拢即有所谓专家，拢是用即个 Micromedis 迄个欧美全国最大的药物资料库，吼，啊，这是咱台湾的，即拢会再查，吼。啊，个即个基本上茶啊、牛奶啊、咖啡啊、迄个可乐啊，是迄葡萄柚啊，即个酸性饮料，拢啊个酒精拢卖甲药啊，混落去迄种的食，吼。啊，抗凝血剂甲阿司匹林哦，上好分较开的，迄副作用才多吼。吼、哦，啊，这要注意一下。啊，这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奇美医院伊就甲做一个吼，甲咱农民里的啊交互作用啊，大家了解吼。啊，这药啊药啊吼，袂使甲牛奶甲做伙食，啊，会变成迄药效降低，啊，一个警语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嘛较好用的对无？啊，创意的思考哦吼。哦吼、哦，爱副作用嘛，过敏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就药啊停起来。来，总共即个过敏也是讲即个状况哦，敢若无遐严重，吼、哦。啊你身躯会使接受的吼，还是讲伊个疗程较短，伊个较完。啊，就讲哦，我这起筋膜，我这艰苦的，只有停药啊，啊，进来
找医生搁加药啊，吼、哦，只有安尼嘛。啊，咱搁有迄不良反应通报系统哦，咱台湾迄个北中南啊，甲迄个西部嘛，拢总共四个，迄拢爱通报。通报的意义是讲有人发生着，都爱注意。啊，拜你食了这药啊，别人咪去食着，啊，都爱注意。好、哦，这已经要建立这个通报的系统，还、啊、有来保障咱这药啊，进境药啊，迄、那个身上吼是较无问题。好、啊，撇免有问题的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注意一下呢。啊，过来，啊，进境要安怎？我都食了变安尼啊，好、哦，造成我肝中的迄个肝的毒性，怎我都肝都害去，还是讲我因为食这药啊，洗身已经造成我个人器官的变化，还是失能对不？第二三个。这个制造的这个厂商哦，伊有一个赔偿的动作，但是阿妈爱评估哦，唔是讲我申请都有啊吼，来评估讲你到底是唔是有法造成要害救济，吼、哦，这个基金会啊，这个是伊的 mark， 好、啊，大家有一个概念吼、哦，这种保护咱台湾的迄个用药的安全吼，伫、哦、地下电台拢袂起来讲这，伊才讲哦，给你碰风，这话有营养。哦，这养颜美容，啊，这补肝、补心、补油气，安尼壮阳，哦，啊，拢这拢无伫安全许可内面，所以，予大家知影，这就是为了台湾的迄个健康来设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边啊讲，这就是咧讲吼，这查囡仔甲伊的感情真好，啊，要讲这查囡仔伊有得帕金森氏症，手里一点点点，啊，其中当中因已经男女朋友啊，啊，伊要甲放杀无？里面的故事才精彩。啊，过来，伊做 Polopa 是啥？卖药的销售药品人员，其中发现讲，伊咧卖迄个白药瓜，白药瓜啥迄个？壮阳药，迄、那个有，迄、那个叫做啥物？好，迄个伊甲医护人员暗通款曲，吼、哦，我你也甲开这药啊，我就好送你迄个 sample 你，当中迄利益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利益，吼、哦。衍生出来一挂这药物界的问题，吼、哦，这个品嘛，足趣味的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这个普罗帕，而且伊老板，哎、啊，这拢是白药馆，就是迄个叫做哇，说袂起哩，迄个是壮阳的啦，那个小是蓝色小药丸嘛，啊，对，我有讲男人的圣品，呵呵哦，哎、啊，讲行销人员虽然讲医生哦，伊说开个处方哦，但是伊会受这销售人员影响哦。我给你那个 sample， 我给你好处，啊，你开我的药啊，啊，这就变成利益挂钩啊。你看这吼，这嘛爱注意啊，坦白讲吼，这是个基，这是个基本嘛，吼。啊，咱要安怎讲？到底这个健保的制度吼，到底上在搞不的吼？啊，咱这个健保的这个总额25%，咱来看，还这个。你甲迄个有药商嘛，对不？吼，利润5块，啊，这个健保给付5块，啊，进价无同款，差得10块，啊，这是无赚到啦，啊，这是利润拢是药商，啊，你台湾的25%，吼，你来看迄日本，日本加2到6%尔，啊，咱台湾即卖要25%，差甲遐侪拍着，啊，这钱是为倒去？药价黑洞，哦，那么迄个台湾医疗改革迄个基金会有咧呼吁啦，啊，位于2011年10月，甲咱所有迄个药价调整了后，有70种药啊，首相讲要退出台湾的迄个市场，哇，变咱台湾无药啊通食呢，无药啊通煮变怎，啊，都反对啊，后来即马阁变即出咧，我定一个目标。啊！你袂再超过这個目标，超过我就甲你砍。啊，这变成问题。你给我砍啦！我本来应该用 A 药啦，啊，你因为超过这个伊迄个目标，我就甲你砍掉。但是伊要 A 药才能治疗好，啊，你用 B 药次等的，啊，是毋是医无好阁转来，啊，开阁愈侪钱，啊，所以就乱杀嘛。啊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！你讲你要补助，啊，马上让全民。啊，无政府补贴钱是啥个？咱台湾人个啊，缴税金个啊，啊，变恶性循环，毋是阁增加成本。啊，就一群的有良心的人出来讲这个了，吼。
变成讲法律、道德、科学严谨的要管理啦，吼、哦，审药制度、药品的流通，吼、哦，政治力这我咧甲迄个议员讲者，我啊都，这就变成讲是乌西啊，吼、哦，政治力不要进去，吼、哦，那啊变成讲让医疗人员就植入性的一个人性的教育、道德的伦理教育，卖讲我要考考，我要commission安尼。但是你嘛是按合理的薪资啦，啊，我的钱赚无够，我的额外收入变要，我就要吸收这贪污的物件，啊，所以这拢是一套爱管理的物件，啊，主要是讲这个普罗帕吼，那外国规定是袂使去免费医师的哦，医生袂使盖普罗帕居民的哦，拢闪只开的哦，咱台湾呢，哇，走去迄整间洗哈的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，拢人。要影响医生开药啊，迄个手法嘛，吼、哦、排排坐，迄、那个普罗帕排排坐，搁等医生，医生搁为伊来演讲这个药啊，变成有一点畸形啦，有点变相啊呢。敢会使去药剂科普罗帕，敢会使去药剂科，哎，无就是迄个甲这个财产管理有关的，袂使去拜会医生，不能受他影响。啊，搁这个电影是要讲啥？这个叫做药命反应，就是伊食了一个药叫做 NZT 啦，啊，这还袂合格诶，这是临，这就是咧变形或者一个测验阶段，啊，大家先来食这了，哇，然后更加清楚诶，我即马目睭远远看，我著看秘书长坐啊遐，伊目睭一金诶看去，哦，我即马远看伊啦，哦，伊即马桌顶诶摕啥物件，迄就是迄种遮稀奇诶迄个药啊，互伊大脑吼，三型诶甲千里眼，啊，记忆遮好诶，吼。啊，但是有副作用哦。伊副作用变成讲，伊变老、衰退、思想变冷去啊，拢无一个人变退化去啊。吼，啊，即摆我要讲的是讲，伪药，就讲你可能食了唔对，错误药啊。啊，这是甲你讲，你爱看伊外观、防伪标志，吼，啊，这有大家参考。吼，伪药，吼，你讲威尔刚对啊，有人咧放这威尔刚啊，威尔刚才趁钱啊。啊，个迄个保险通伊嘛是讲抗迄凝血通血路的嘛，啊，这特别好嘛，因为伊的利润高，啊，个好用效果就好，这大家拢爱辨识哦，用加油啊！啊，禁药是啥？这对药剂有害的吼，像这中药材，其中的大家嘛要注意。啊，个有迄工业用的嘛，啊嘛摕来掺，哇塞，药剂，这禁药的。所以这最重要的不是，大家啊，不过大家兴趣食人介绍的药啊，不明的药啊，台湾人我唔知伊思考是啥吼。吼、哦，你看，啊，这拢有禁药嘛？佫有这水的名咧，佫吓我咧，我佫唔知咧，我查资料了佫知影，哦，伊这号的名咧，佫叫是水着。啊，过来吼，佫就做吼，这外国的，这因为外国的网络做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。有啦有啦，有啥物药事法啊？啥物？但是嘛是继续有人咧卖这种药啊吼，啊是毋是爱重刑？咱过来定条例是变啊？要讲对，毕竟要来甲即挂人啊那个绳之于法吼，啊得分剂类嘛吼，中枢神经兴奋剂啊抑制剂啊甲迄个迷幻剂嘛，啊这吼啊药啊进度的吼，拢会使用甲有效的。需求的人，啊，但是你唔是用禁毒的，迄种是迷幻的作用，爱给你害，吼，害你变成讲你爱依赖这个药啊，无你会产生这种戒断现象，啊来靠伊，啊你著去用加药材，啊来给你化东化西安尼，因为你爱依这个药啊，吼，所以这种禁药啊，还是讲这种毒品是真无好的，这么是，什么红中白板嘛，这可得用，这是有效的，啊鸦片。啊，人即马是讲一类、第二类、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。啊，判罪，你若讲你稀有这些第一级、第二级是最严重的吼。啊，那你携带这个吼判刑是无同款的哦。吼，第一级你都爱可能死刑还是无期徒刑。啊，去第二级、第三级是无同款。啊，你制造、运输、贩卖，甲你意图拥有的，佫无同款的。吼。啊，这个要来讲热戒了吼。啊，咱迄阵来看，即个日本时代，咱有一个叫做渐进政策嘛，台湾统治鸦片问题啦。啊，
要安怎讲？即、這个前期甲后期的渐进之路吼，是做遮水的啦。甲迄个吼，因为吼，迄、那个欧洲因拢会进迄个罂粟嘛、鸦片嘛，伊要控制你即个殖民地，就互你去输迄鸦片。中国嘛是同款，台湾嘛是同款。啊，咱叫迄个荷兰统治，遮侪人台湾人食即个毒。啊，日本人照顾咱台湾无？有哦，渐进，伊无马上甲你禁起来，因为挡袂住啊，就慢慢仔甲你降降降降降，慢慢你就免需要伊，免依赖伊。早期是有即种真好的政策，后期是讲吼，啊是毋是啊？客户讲吼，你伫卖鸦片，即种利润你知无？渐进嘛是咧卖，是毋是？卖嘛是有利润的，啊是那么记个人性会诱惑，啊有台湾人有，诶杜聪明有来甲即个制度做一个改变，吼啊即、這个组织个探讨者，大家会来看吼。哇，歹势，我真啊小声，有真啊大吼，哎，马上要到啊，吼。啊，这吼大家了解有这件代志吼，迄、那个日本人是很细心在治理台湾的，他连这个都顾虑到的。但是有另外一派，中国国民党死啊，个死啊，这摆我嘛看到啦。大家来想讲，那无因安尼渐进政策，台湾就不如烂啦。可能大家今麦过来吃毒嘞，吼。啊，这是最后一个啦，就是药命俱乐部。药命俱乐部是咧讲啥？新药，伊是艾滋病的病患。而且被上演啊！啊，迄、那个日本哦、喔，美国啦，伊个迄个食品药物检验局还被 approve， 都还被合格诶，滴无这药，哎，像未要死啊，要安怎？照去迄个莫斯科吼、喔，伊边境有咧卖这个药啊，啊，伊得以苟延残喘啊，啊，佮伊其中的一挂堆拢是这种病，爱买需要这个药啊来救伊，爱着靠一挂订单。啊，都用这种方法啦，因为新药的展望的意思讲哦，那有新的药啊去治疗这个病吼，很大的福音啦。啊，用用这嘛得袂着了，去用较无好的方法。啊，咱嘛台湾是爱用正当的方法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别人来台湾都爱合价，啊，经济遮侪迄个，哦，匆匆啊，那都要四五年，所以合理的审价，迄、那个制度才重要。啊，里面有没有官商勾结？啊！滴到咱个台湾个手头个，可能个不止四五年。啊！即卖是咱即卖，咱台湾即卖是毋是美国要占领？啊是福音哦，因个药也直接入来，可能这就兴起来。啊，咱嘛是欧因个技术，是毋是？啊，这 BABE 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学名药就是讲，遮侪种个啦。我要原厂药就一种嘛，伊开发出来。啊，但是伊迄专利期，我独占的专利期已经过去啊。啊，就变成这大饼分着大家吃嘛，啊，都大家吃那么多种，啊，你到原厂要会差对不？啊，都爱这两套来改迄个严格的管制，吼、哦，你迄身体可用率跟身体的相等性，即、這个学名药是咪跟原来迄个原厂有相等，差偌济？啊，即、這个身体可用率是讲吸收偌济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一个迄、那个好迄个医疗政策。过来，啊，这个是临床试验，新药出来临床试验嘛，哦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，啊，那上市了，这第四期副作用太严重下架，吼、哦，因为因控这太侪人安尼死去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爱重视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哦，别讲讲，哎，差不多啊，嘛真优秀的哦，伊毛生物科技哦，这安诚，咱台湾嘛真优秀，这三个行已经有 first to life。已经有去申请新药，就要当迄个美国啥物 FDA approve， 这三款还是救遮侪人，所以咱台湾人嘛真优秀个哦，吼、哦，对，当去想较好个方法来对咱台湾，吼、哦，这个社会咱个台湾人有较好个迄个进步个空间，过来，这是重担，咱先来放互伊听吼，应该会使放啊，好、哦，这用药的五大核心呐、啊。虽然讲爱拒绝不明来路的药，哎，奇怪，啊明明就藏伫遮。阿嬷，你在找什么？阿贵哦，啊有看到我顶盖藏迄个药啊无？阿嬷，什么药？你人不舒服吗？那我陪你去看医生。哎呦，啊我嘛唔知啊，哎呦，先来甲阿嬷倒找啦。阿嬷，你
你连自己怎么了都不知道，还要乱拿药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除了上次提到的用药五步原则，还要注意的就是正确用药五大核心能力。一、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包括哪里不舒服，还有曾经有的疾病，目前使用的药品等等，说得越详细，医师的诊断也就越精确。二、看清楚药品标示，一定要核对药袋上是不是自己的名字，如果是自行购买的药物，要仔细检查包装上有没有卫生署核准药品许可证字号。三、清楚用药方法，服药应该依规定时间，另外还有饭前饭后的时间也要注意，特殊药物就必须要听从医师或是药师的指导，才能达到最佳疗效。四、做身体的主人，那些标榜神奇疗效的药品和食品要提高警觉，要坚持不听不信不买不吃不推荐。五、与医师药师做朋友，将常看病或是领药的医师药师咨询电话列入通讯录，如果服药后不舒服的话，都可以打药袋上的电话跟药师朋友咨询哦。阿嬷，你的乖孙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。阿贵阿迪西啦，我只是要拿我香港脚的药膏啦。哎呦喂啊，就这味道！大家要多多关心家中长辈用药的安全哦。来了解吼。好啊，这个给切掉啊，即马最好是讲，咱爱直接拒绝，或是说离开现场。啊，或是话题给他转过去，好，自己要了解，啊，避免人给你买给你一个限制，买给你，因为买赚你的钱，啊，让你吃这种来路不明的药啊。我希望台湾人拢会使健健康康，啊，我今日讲到这，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。